的，可以不用把第三个放在选项里面吧？要屁呀、啊、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恭喜主播当选大雅里94%。指纹解锁怎么样？想按吗？指纹解锁，想看可以解锁什么东西？喂，喂，有没有声音吗？哎呦，这么近，好色哦！你知道就是因为不想要那么色，所以才弄那么近的吗？我先讲一下，就是今天这件衣服呢，我没有想过它这么小件。好啦，这件干它真的超低胸的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它就是一个我昨天拍工商的时候穿的衣服。然后因为我昨天是第一次穿它，然后穿的时候就，哇靠，怎么这么的集中脱高啊？今天不是要收操吗？为了要帮你们收操，我可是费尽了苦心，让没有团结的东西团结在一起啊！前阵子有人贴那个有一篇 D 卡文章给我，就反正只要我在某些社群上曝光，就一定会有人说，会觉得赤鬼色的一定是一些年纪很小的人，或是一些小处男之类的。我这里怎么可能都是小处男？你们这些人肯定都成年，怎么会有小处男呢？你们这些人肯定都是大。未成年请酌量观看，真的不想要突然哪一天被家长说话，我家儿子看你，然后导致功课都不写完之类的。我们就在一边做功课一边看台，寒假作业要写不完了，不要再看台了。后天还要补考，后天要补考，你还在这边看台，怎么样？我脸上看起来写着数学公式吗？还是这里有补考答案？有吗？这里有补考答案吗？在哪里啊？拨开看看。我看到了三角函数，没有没有，三角函数要从达达那边看，不然这边其实是在教导你们 3D 立体图。实际上我们是用一些视觉的效果，让我们在正面的时候看起来非常的雄伟，非常大。然后其实呢，你转一个面，看起来就好像还好吧。不是啊，真的变聊色台啦！我怎么看起来就是一开台这边，我今天穿的好少哦，又要当肤浅的奶台吗？反正就算我不是肤浅的奶台，在别人的眼里我也还是肤浅的奶台啊！既然都这样被误会，那我就只好当个彻彻底底的肤浅的奶台了。主播，我们看腻了，那我收起来，不好意思啊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收起来，不看了，不看了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那我这只看起来也太自然了吧？我就这样穿出门，然后呢，那个别人问说，哎、欸，你有卫生纸吗？我就说这里，请问你要用卫生纸吗？缺卫生纸吗？擤鼻涕是不是？帮你擦。哎，赤鬼是不是都只会搞黄色？抱歉，我真的是只会讲黄色的笑话。人家不是有那种梗图吗？就是上帝在创造你的时候加了哪些东西？我就是上帝要在加一点点黄色的时候，就不小心下去这样，所以我就在下面那边留言说，啊，抱歉，我就是真的只喜欢搞黄色，抱歉了。2023年的女生喜欢搞黄色这件事情，可以诚实一点了吧？又不是什么保守的年代，女生不能聊色，女生聊色又怎么了？奇怪，男生讲黄色笑话就没有问题啊，女生讲黄色笑话就是故意哦。难怪被上D卡，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凸起奶比我大的，穿的比我露的女生也是很多的吧？我只是多了一点我喜欢讲黄色笑话的这种成分在啊，我就会被烧哦。我朋友小胖说女神是 AV 女优河北彩花，你怎么看？虽然这个事情大概5个月前已经开始有人说了，但通常呢遇到这种事情，我就是会哪里像啊？好，都挤。怎样？哪一个像？哈，哪一个比较像？哪一个比较像？哈，麻烦，那可以再放吗？大雅里。怎样？这三个哪一个像？这三个哪一个像？我就问。第三个超像。你们给我认真一点。你们给我认真一点。开头要。
欸，等等等，可以不用把第三个放在选项里面吧？要屁呀、啊、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恭喜主播当选大雅里94%。OK， 哪里像大雅里了？我就说，哈，哪里像大雅里了？哈。不像了，可以再一次吗？我的大牙里，大牙里，不然你学一下动作，我们再看一次。我之前就已经学过了。好啦，比较漂亮的还是大牙里。盯着镜头两个十秒是吧？好，十秒好了，结束。大雅里使用凝视。大家请集中精神在正确的东西上。今天是训练你们专注力的一个晚上，好吗？训练你们到底可不可以专注的 focus 在我们的睡前故事上。从前呢，有一个男人，他有一个儿子，儿子很爱他，而且他也很爱盒子。他说儿子很爱他，然后他结果是用这样，他也很爱盒子，不是儿子。大盒子、圆盒子、小盒子、长盒子，各式各样的盒子他都爱。这个男人也爱他的儿子，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儿子。于是他用盒子做了很多好玩的东西送给儿子。他很会盖城堡，他会坐的飞机可以飞得很久很久，除非碰到下雨天。小朋友来玩的时候，盒子会一个一个的蹦出来，他们就在盒子堆里一直玩，一直玩，一直玩。大家都觉得这个男人很古怪，老先生对他指指点点，老婆婆对他皱眉头，所有的邻居都在背后嘲笑他。可是这个男人一点也不在乎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一种特别的方式告诉他的儿子，我爱你。原来重点在这里，这个当第一本可以吧？有进入状况了吗？各位已经进入状况了吗？好困又必须专注，还是我这边就放一个那个会一直旋转的东西。很晕吗？很晕吗？有没有想睡觉了？我很正直都看脸，还好我很正直都看脸，真的吗？Are you sure？ 明明是给小朋友写的故事，却是一堆彪形大汉在线上听故事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反而长大了之后会更喜欢听故事睡觉吗？我都是睡前会听，就是 YouTube 上找那种讲话的影片，然后听着睡着的人。而且其实我自己觉得蛮多童话故事书，就是你长大听了会有不同的感受。长大都不听这些东西了，只有在赤鬼镇能听到。长大都不听这些，在这里可以听我念到。而且你们还有视觉效果，对吧？视觉晕眩效果，指纹解锁，怎么样？想按吗？指纹解锁，想看可以解锁什么东西？从前有一座森林，那里没有名字，而且几乎被人遗忘。那里充满着每个人渴望的东西。森林的中央有一栋小房子和一位老人。老人拥有着一座花园，一座住着巨嘴鸟、树蛙和老鼠的花园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